我们现在的梅园的梅花啊，为什么现在开得比较漂亮？啊，最主要原因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例行啊，整个那个管理啊，就是所谓的整治修剪跟施肥啊，因为整治修剪就是主要修剪的枝条就是那些护生枝啦、交叉枝啦、突展枝这些枝条。它对开花是会有妨害的。开花植物它是要光合作用才会形成花芽分化，啊，所以说，那个我们把它修剪以后，它让它整个透光，然后施肥增加会让它的那个花开的会更多更大，啊，最主要关键是在这里。我们，现在我们。处长啊，还有我们这些长官有例行说，我们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啊，肥培管理这一方面，我们现在开始做的比较落实。